YouTube， 欢迎回来。这个从我19岁秃头到现在，我花过太多的冤枉钱了。那到底要花什么钱呢？从中药、西药、生发水、洗发精、护发素等等，粒粒扣扣，哇，花的钱真的是不计其数。那今天秃伯就想带各位来探访一下有关中西药的花费，还有生发水等等的，究竟要花你多少钱呢？今天就跟我一起走吧 ，Let's go。花开在四物汤那边，120，这个要怎么用啊？哎，看你要炖排骨啊，炖鸡肉也可以，不炖也可以啊。所以男生也可以喝？可以啊，为什么男生不能喝？我一直以为四物是女生的。没有啦，没有、啊，它会补血补气的啦、哦。这个对于像这个长头发有没有效？应该是比较没那么好，嗯、好、啊，老板，请问这个是何首乌？对啊。它我要生长促进生发的是这个吗？促进生发，这个怎么用？这一包多少钱？80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中药材，有这个人参啊、当归啊、川穹啊、何首乌啊，还有四物啊等等的黄芪啊，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中药材。老板，有没有说可以促进头发生长的？你觉得是固肾的啊，还有固肾的何首乌啦，何首乌。这样子，这样配起来要多少钱一帖？一帖应该是150左右吧。150哦，你帮我配一帖好不好？一帖就好。我去试试看。其实你吃一帖应该是没有成效的。对，没关系，我是想说让大家知道说哦，你要促进生发可以用什么样的东西。我可以拍啦哦，我可以拍哈。可以啊，没关系啊。那这是什么？枸杞。枸杞。哦，这个我们都知道，枸杞。这就是何首乌，就是我上一期。很多达人，很多这个老一辈人跟我讲，这个是可以促进长头发或者让头发变黑的，嗯，很珍贵。其实味道还蛮香的哦。这就是肉苁蓉。肉苁蓉。对。这个功用是什么？肉苁蓉是固肾的。也是固肾的。对、啊。哦，所以秃头肾气比较不足就对了。这个是什么？那蜜甘草。何首乌很难吃的、啊。何首乌很难吃哦。对，我加一些蜜甘草。这感觉好甜哦。哎，要不要闻看？好香哦！它是甘草下去炒蜜的啊。哦，甘草下去炒蜜的。玉竹。玉竹。对，比较不会上火。哦，拿一片一样，照例要闻一闻。顺便给我旁边这个小编闻闻看，这好像没什么味道哈、哦。这个是对，比较没有味道。没有味道。这吃起来是甜的啦。甜的哈、哦。对。那这个要怎么去烹饪？你现在就完成了吗？这些。对、啊、对、啊、那怎么煮？用六碗水啊。六碗水。煮到剩三碗半水，对吧？老板，请问他这个是要吃多久？一般你要长期吃一段时间才会有药。长期是每天吃还是一个礼拜吃两次、三次？你如果一个礼拜吃的话，是最少是三四次的。一个礼拜吃三四次？对对对，要、啊、长期吃。吃长期吃一年？看个人体质啊。对。一般你的建议？有的是比较快，就两三个月不就有感觉了。就有感觉。对对对。仅供参考哈，这不是说保证哈，这是仅供参考。啊如果真的有效，说真的啦，150不贵，像150其实不贵，但是你要持续吃，我们回去试试看，这个感觉是还不错的，对，谢谢老板。老板可以问一下吗？有没有人说那个长头发促进长头发的，有这种中药吗？隔壁给他问一下。好，他们有科学中药，应该有。好，谢谢。问一下老板，老板你好，可以请问有没有那个中药是可以促进长头发？促进啊，不是生。知道，促进长头发。我们可以采访你吗？了解。啊？可以采访你吗？想找有没有那种传说中有这种效益的中药？这是有的是遗传性的，没有那么简单，没错，困难。没错，对，
哦，那你是一开始的时候出一点那个保养，那个比较不会容易掉。哦，例如是这个七宝美染丸，对，所以它这个可以来促进生保，促进的，不是说保证哦，对啊，促进，不能讲疗效，保养，保养，对，保养，一日三次，对 ，OK， 这一罐大概可以吃多久？大概一两个月，一两个月，看你吃的有没有继续，有没有持续。那有的人他吃一天吃一次就忘了，然后一天吃两次就忘了，有时候整天都忘了，所以这是保养。那像我这样子，啊，应该很难保养了。没有，现在没有办法，那个已经那个毛细孔都已经不回来了，不会了。你那个还比我还要光了。对啊，像我这个都还有一点点，还有一点点。那以前我们自己做这一行也是什么都有用过了，做了四五十年。哇，做四五十年。对，所以这个没有办法，很难呐，啊，哦。对，要出一些那个比较预防它掉的慢哦，延缓呐，啊。对，延缓掉。对，它其实都会掉。我胡子很茂盛，可是头发就是很少。那也很多发友，他其实也跟我一样，头发很少，但是胡子很茂密，或者手毛很茂密的，这也是无解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这有卖八珍汤吗？有啊。是要配吗？有配好，还有现配都有啊。我们可以拍现配的样子吗？可以啊。好，八珍汤，我们来请我们的师傅帮我们配一下八珍汤。这个是，这是川穹。川穹，这个川穹还有点苦哦。这手乌，手乌，长得像手乌啊。炙甘草，可以直接吃吗？可以。嗯，配什么啊？肉桂很香哎，网络说哈，对于生长头发有一点帮助。网络讲的我不能跟你讲，因为我们不是中医师，不能随便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好，只能跟你抓药给你，听到吗？这是传说，哦，不可考。那一帖多少钱？八针一帖多少？100块一帖。谢谢。啊，这个一帖药其实我觉得还好，乍看之下一帖大概80块到150块钱，200块钱左右。但是大部分的中药行都说要长期的服用，所谓长期就是可能一个礼拜要服用3到4次，然后至少你要服用个3个月、半年、一年左右等等。那当然累积下来又是一笔数目，不过我觉得钱是小事，重点是有没有效果，顶多只是能延缓你掉发。所以咯，这些偏方、秘方、汉方提供给各位来做参考。但是 YouTuber 自己呢，过去也使用过，结论还是没有效果。好了，如果你觉得这一集节目对你有帮助，欢迎你按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帮我按赞哦，分享。那我们期待下一集见喽，拜拜。